就比给我的钱还给的快一些。不敢不敢回凶了，重新压。你给快些了没得呀？我还不是给他那个是那个，我还不是给他没还的。检查快些没得呀？没有。来不来？俺不在，我只在讲价值了，我还不是跟他讲价。开机了吧？要不又赔了半天。希望昨天我没有全部没开机，咋会犯这种错？人老了，哎呀，典型表现，老是忘这样忘那样。人家都说年轻人记忆力不好，原来你记忆力。我说这儿尽是明星，都是张惠妹，还有一个是杜海涛。我不是追星族，就是直接改名改成明星。明星。哦，明星吧。明星理发店。我从来都不追星。那边正面就拍过来不好的啊，这边换。等我拍好后面洗了嘛。海涛，快点，进来，给介绍女朋友，快点。啊？你害羞？哦，对，他有了，有女朋友了，算是。都是，那个第三者插足进来的。我忘了。有了。有了，对，他上次有了。上次来他就说有了，还有还亲热得很的。哎呀，还是把小童介绍给你。哎呀。好冷啊！你爸爸眼里根本就没有你，你还想怎么样？这么说，可他毕竟是我亲爸呀。要不然，我去他那儿，他们结果把手机掉了，把身份证也掉了，妈呀，郁闷糟了。正好买新的噻，反正办也方便。女朋友在哪儿呢？我还群龙无首，没有吴玉金帮你，他没有保单。这时候，正是我夺回万海豪宅的大好时机。你在女朋友身上花好多钱了？没花钱。我花钱，你还我花他的钱算了。王爷，王爷好学的哈哦，你简直是太夸张了。学一下，学一下。哦，还需要经验，传授了经验。我都是他教我的，开玩笑。哪教你的？我们是。我见过教你的道嘛。我们是那哈儿让他花哈儿，以前我女朋友谈朋友的时候，让他吃饭四点钟，现在他在一年就喝两顿。喝两杯了，真的到了，我都吃不下东西了，不要说他。在哪儿喝呀？啊？哪儿喝？你我甜品店里边儿，待会儿让我倒一杯水，大的水一点。真的，当时不是这样想的哈，不是故意的，没事的。给他掺点儿。哎，然后跑到唐人师傅去，我吃都吃不下。多喝几杯，多喝几杯。就是一碗酸辣粉就打发了哈。他要吃碗凉面，吃碗凉面都把老婆请了。在成都去炒还是，哎呀，下午的时候才开始我们喝酒嘛，外头喝酒之后喊人家喝茶，哎呀，喝了之后咋不是的很，只有喊吃饭的时候都是吃不下去了。我说一群龌龊来，妈呀，黑叫喝茶的，喊喊喝。哎，那个茶好，再冲两杯。他头发真是多。希望你借着婚姻的契约拿到我们的财产控制权。现在你好，不行，我们这场婚期要除了就是契约。过来，你拿过来。刚才要走了，买过很好的。哎呀，也几十块钱，你买的，你所谓的，买的几十斤面的，都几十块钱的。哎哇，32块钱买的，我是32块钱买的，专门说拿过来，结果忘了，走的时候还说太急了，哎呀。觉得酒店，说的太奇怪了，好像就是下雪的关系，好像就是下了。哎，那会儿是就陪着冷了，冷了，说是不出去陪的。本来说带到南山上去拍的，好冷哦。这在雪景还可以啊。哪个人说？仙女山去，回来大比你长。仙女山去嘛，你们去。你是要挣的钱，不过开药费。没那玩意儿，坐飞机了，打飞机了，你看嘛，这个过海年的。他好辛苦。哪个？他又要伺候老婆，还伺候老婆一家。老婆要吃个妈妈。没有，等会儿再推里边了嘛。哦，这个头发有用，头发有用。你拿去噻，这个位置可以吧？可以不？你开始说实话，感觉不清楚明白意思。他在里边结棍，我不在，太忙。
会稍微简单点。他去刚才往上说哟。那我把他照进去，好猥琐。没，好猥琐。他也上镜帅。哎，把那个关了，把那个关了。关了，把声音关了，关了。你等会再看他的。不是噻。脖子乱，你使劲在脖子乱，哎呀。合适不？可以。可以哈。你们要不你们那边小面儿那个刺儿是不是？要配好我自己。把牛肠子可以。就真烤水鱼都不好照的，啊，照的呀。你和你这个位置，天哪天哪，你不能拍不到。你像我那种嘛，逮到起一只猫啊，几十张也按下去。反正中也中得行。中选得出一张。好烦你。要烦了嘞。烦了嘞，真的嘛，瓜娃子，老子不是瓜娃子。哎，老瓜娃子。你每次在那儿起头发呢？老在剪。你把下面拉手给支到起。哎呦，你才造孽哟！你看嘛，要在这儿来拍，来拍不到，同志。拍到了，加拍到一个。要在这儿来拍到。村头啊，喊我进去那些事。快点看嘛，这张好奇，快点来接到，快点按到，撑到哎。把钉子给抓到。哎，一把这底脚拉伸。先捡着，哈。虚虚实实。快去整个拿下。来来来，包着的哟，不能虚虚实实。哎，我要换个位置，稍等稍等稍等。只有这儿才拍得到，你跑到哪儿去？那儿肯定拍不到。拍不到。哎。蹲高一点拍就行。哎，这种头发起。头儿给你老板拿到去，反正他也拿。哎，他也能像好像。是吗？八折。一般人都有个三八头噻。不是啊，不是。他这小时候还有个窗的嘛，啥子？是这妹妹。不晓得我老板。你后面黑黑大口的，看嘛，这一块都没头发的。哎，没头发的，嗯。没长，没毛茸的。那他是怪物，上面头发的还这么多。我小时候不，肯不晓得。他要不就摔了，要不长疮，你说小时候。他就是这种疤子，不得长头发。好，拿去。来，哎。哎，那喊你来。推起的没得关系，拍得到。他推起来的时候，你慢慢、慢慢、慢慢拍就是。正好你可以好拍，稍微蹲一点点就拍就是。你好久认输，跟那输都跟吃没得关系的，就厉害了。我把哎，我要给他找个包里头有钱人就跑了。他身上有。嗯。他现在穷得很，哎呀，他老婆大方得很，天天都带进来商场去摔卡，不过摔的全是他的卡。他老婆是重庆的啊？好像是。百把块钱买了，把你炸的中午饭都不吃是吧？他会不吃中午饭？咋可能嘛？他还不是个一姐哦，他前天先把别个吃了，晚上吃。没有，我就喊王姨到那边去，另外个房间找他。快，这个拍照，这边来拍照。他那是捡到的时候可以拍下来，这个挺好。高波波。的对象，就是已经招些艺人来。我跟你说，你没有回来过来带胖娃儿过来。胖娃儿是，
拉了再这个。啊。我是怕这儿拉不起。哎。要不要去吹？他这块有点卷了，这么些衣裳。待会快点把皮抖。前面的，慢慢，何师傅，剪嘛，剪到这儿不行，再那个就是，不行再剪长就往上面剪。我就一直给你拍到几下线。拍那么多个？这头就三个拍，这几拍。他这个要不要胶纸了？要。这个要那个要内层。就是内层那个嘛。哟。哈噜噜的白膏。你给吃了这么晚不吃了准备嗨没有不是我一个人清不清楚看清管耶还好比较清楚还剪宽不要剪宽了我就太窄了啊你说以前的刘海要，以前刘海要剪多少？没你说只剪那个了。啊、哦，只剪以前刘海，新的刘海不剪。这是新的喽、啊。我还在忙，等会儿。你刘海是短的的吧？你看别个好经验嘛。这面还没剪完。是了，在忙噻。经典部分只能凑够。这头有点轻那个白的，把那个开了。开了。是那个。我敢开他，我看一下，你让开，你让，哎，弄了，有点像丹顶洞吧？你看他又跑这儿，到你坐那边了。嗯。我连绒觉得没得事，再往上面剪一点，我想再剪高一点。你照了嘛？再。我不喜欢穿高跟鞋，只要我脚穿不正，穿脚疼。哎呀，马上就要拍2000年后的模特了，哎呀，我老得太快了，真是。要他太轻了嘛，他2000年模特要拍了。不是2000，2000年后长大的。你是2020年过后出生的娃嘞？啊。哎呀，我懂你的意思。马上就要出来了。绝对明后年就出来了，我跟你说，我都估计在这。哎呀，我们都老了，90后的。你也是90后，好，都是90后。快拍照，快点，领导。你看我这边不小嘛，你硬是。海涛，海涛。照不到呀，他照不到，照不到被洗头。照到他洗。洗白。哎，我觉得他那个眼线没整好。啊，他眼线画的是太妖了啊。画到看到眼睛有点翻白眼。他不是，他眼线画在太上了，靠的。没画好看的。而且画太浓了，其实应该画淡一点。转椅子。不要他做背景，人家都说了，太猥琐了，他的形象在后面。还不如让我做背景还更安逸。关键他经常还光几个肚皮在外面，还。我坏了。这个又翻眼线了。还没我以前那个手机好。没有，他在那儿转就在这儿，觉得你不动的拍。好，你稍微转一点点。好，对，好，你看镜子那边不好，就这样就可以。把两个都拍得进去。我主要是眼睛稍微斜点往这边看一点，眼睛。照出来面的那个眼。说那个幼稚的玩意儿，你不觉得那个挺好吗？你慢慢转就是，慢慢转，就行，好，就行，可以。妆还应该画天真的。嗯。画的太深，好，慢点，他拍再拍张照片，不懂，不转，他拍张照片。那属于那种少女那类型的啊，画天真的。嗯。好嗨，我觉得那个游戏，也只有你才爽。真的。就推都还有啥了不起嘛？大不了老少个缺一缺，还流行。你不跑，你不让哎，你不要让，你让我推就不着。你不要那儿黑那个。我本来也素质烂起来，你还要让我进来黑到素质了噻。给点他妈耳朵啊！给我们推，我们都推不到一样嘛。但是剪刀有可能剪到，我觉得。剪刀有可能。我觉得你发现好多剪到耳朵了，经常这样，就是走神了，主要就是。我还没有咋个。他好对那个那个镜子边儿，他的好。我给别个剪的时候没照过，别个给我剪的时候我照过一会儿。他
他就喊我给他剪头发，我就拿个尺子，要是把耳朵给他夹到去，他黑到去，哎呦我的耳朵，我的耳朵。不是那会儿，原来我是那天。啊不，他是用刀子削的，结果一刀子削下去，耳朵都。你这个斜，不要斜切，不要这个，哎，这个撞到这，你不要动。不要害怕，没得事的。妈的，痛都不痛，就晓得在冒血，这点感觉都没得。耳朵根本就不能给他治，给他都不要得。嗯，把耳朵给他了，我们操盘给他说。反正耳朵说耳朵他又有痘又大。好酷，这个头也可以上学，现在学校还比较多，好多女生见着发现，你的稀有这个群。这要剪掉噻。啊。胡须要出来噻。嗯。那些好多女生有这种倾向的，都剪这个。找不到就。哎，好帅好帅！哎呀，不得了！其实也就是个样子。多了，以前少了嘛，以前你别个你班才只有几个。我他大学里面风气不好，有些都大学头。啥子风气不好哦？别个大学是。人进去的人的素质都差，那个是。大学本来就该耍朋友的时候了。不是啊，越走越好。不得行，一个人的话就安逸，谁约啥子？那你还是不能跑，放在学校里头，是噻。然后他后悔惨了，看他一耍。也穿一点也配。给他，我切吧，给剪了。剪吧剪，直接推上去，直接直接推上去，没得事。其他剪来着，把人家欺负安逸了是吧？还推荐？本来觉得挺好，就这样子，剪发都做到一点个钟了，还好没有烫，烫就完蛋完了。我们在那里头吃。哦、这个有效啊？真的、啊？真的有效啊！这是我乱说了，你把你把那回家真的回去这样搞。真的有效，有效。还跑会儿把耳朵给剪了，好酸呐！直接跑。不得，要捏着口口要跑一下，伤口给他拿点刮了，我的脚。好的呢。咋就帅哥了？亮的不好吧？如果说是看得太亮的话，那就是昏的拍出来。啊，往下面看嘛，往下面看。你尽量不要把眼睛往上看，因为那样子容易照出白眼出来。我那儿很黑的，我看到也要晒不起来，就会看胖娃儿。他是不是安了两个猫眼睛在上面？啊，狼眼儿。好了，可以，你站得近点儿去哈。啊，你要说你会黑谁会的？最多一个，现在很多女娃也剪着发型，就是还挺多的，转一圈。好，就这样，你看到镜子里边，看镜子里边。好，等一下，再等一下，他拍张照片。好，再转一点。